随着 iPhone 11系列的发布，我们店铺也更新了很多配件，包括颜值超高的重色骑士，手感舒适的液态硅胶，轻薄防摔的小透纱，颜色出彩的透明软壳，裸机手感的无边框壳，还有9.9元包邮的店铺福利壳，有需要的赶紧扫码逛逛吧。先问一下去年 iPhone XS 和 XR 用户一个问题啊，去年一整年 iPhone 最困扰你的是哪个地方？是 A12 性能不够用，还是拍照太水，亦或是续航太垃圾？来来，弹幕刷一下。我盲猜一下啊，应该是信号，还是信号。我们也发起了一个投票，截稿时总共有3000多位 B 站网友参加，得票最多的，哎，没错，果然是信号。没钱也没有关系，不妨看一下我们的 B 站抽奖动态，关注轻电科技并艾特两位好友，万一中了呢？静止的场景我们测试了高层室内、顶楼、公园、商场、地铁的信号强度和网速，运动场景我们测试了电梯、公交车、出租车、地铁的信号强度和网速。先给大家看一个表格啊，这是信号强度对应使用场景的一个参考，信号在70以内通常我们认为信号比较好，可以获得比较流畅的网络体验，70到100基本上还能用，但与高速网络就无缘了，100以上就是处于很难用的状态了。这个数值的绝对值越小代表信号越好，知道了这些我们接着往下看。在高层室内， iPhone 11信号与 XR 基本一致，网络测速好于 XR， 在高层的顶楼 XR 好于11，网络测速也好于11，公园里11的信号稍好于 XR， 网络测速 XR 好于11，大型商场 XR 信号好于11，但11的网络测速领先 XR， 地铁内信号基本一致，网络测速11好于 XR。 运动场景，电梯中11的信号强于 XR， 但是120以上网络基本上是处于不可用的状态，网络测速也均以失败告终。地铁中11好于 XR， 网络测速也好于 XR。 公交车上11和 XR 信号几乎一致，网络测速 XR 会稍微快一点。出租车上 XR 信号好于11，网络测速11稍快于 XR。 我们也测试了地下室的信号情况，地下3层全部无服务，地下2层在我们逛了半天后终于在一个转角通过飞行模式大法获得了微弱的信号，但信号强度11无法测试，网络测速也均无法进行，倒是 XR 靠着微弱的信号勉强可以刷微博。所以经过我们不太严谨的信号测试与实际体验， iPhone 11相对 XR 信号明显没啥提升。在网络速度方面，由于搭载了新的千兆级的芯片，峰值速度在网络条件好的时候还是要优于 XR 的，但一句话总结就是菜鸡互啄。聊完信号我们聊聊外观，今年 iPhone 11新增的紫色和绿色很受大家喜欢，首发除了这俩颜色外其他颜色全线破发。我们拿到了这个绿色非常的清新淡雅，铝合金的边框也维持了与玻璃一致的薄荷绿，苹果的 logo 也进行了居中处理，遗憾的是并没有之前盛传的反向无线充电。根据国外知名拆解团队 iFixit 的拆解来看，似乎存在一个神秘模块，不排除未来苹果软件解禁的可能啊。和 Pro 系列G2的三摄比起来，11的这个双摄攻击性也没有那么强。事实上如果你把它横过来看的话，这个双摄和闪光灯组成了小脸，还甚至有点莫名的萌，搭配磨砂质感的壳子竟然有那么一丝好看。哎，这里就不得不推荐一下我们的新款撞色，其实开孔精准，撞色设计，磨砂触感，让你用出 iPhone 11 Pro 质感。 iPhone 11的背部是以整块双离子交换工艺强化处理的玻璃，这也是 iPhone 有史以来最坚硬的玻璃，我们这台还要送给你们就不测试了啊。由于是以整块玻璃冲刷而成，所以11的背部一体性相较 XR 更好了。iPhone 11加入了一颗等效焦距13毫米的120度超广角镜头，正是因为多加入了一颗镜头，所以说 iPhone 11的人像模式从3种升级为了6种啊，实际的人像效果也表现非常好。这也是苹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为 iPhone 加入超广角。超广角好用吗？当然好用。不过今天我想聊聊这颗超广角上的一些问题。超广角的边缘畸变很难避免的 ，iPhone 11上也不例外。在很多样张的边缘，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直线的物体被拉成了曲线，预览页面也可以看出拼接的痕迹， A13 强大的神经引擎也并没有修正回来，比如这张边缘的窗户，这张挺拔的楼宇都被拉弯了。如果你快速晃动镜头，你也能感受到畸变带来的取景影响，拍摄时超广角的动态范围也明显不如主摄。
超广角也缺席了今年大热的夜间模式。当然如果你不是像我这么吹毛求疵的话，边缘的这点畸变还是影响不了超广角带来视野上的震撼，总体来说还是好评的。由于没有长焦镜头，所以 iPhone 11上的两倍变焦实际上是广角与超广角镜头的切换带来的，有点犯规啊，阿平你变了。 iPhone 11双摄的切换水平没有拿到之前想象的那么丝滑，如果你仔细观察相机在26毫米处切换点的画面，还是能感受出镜头的切换，画面的色温和物体位置都有一定的偏移啊。但即使这样，这个水平依然是目前多个摄像头搭配最好的了，只是没有做到我们心目中那么完美罢了。如果说超广角有点翻车的话，那么夜景模式的加入绝对是 iPhone 拍照有史以来最大的提升。首先我最喜欢的一点倒不是夜景的提升有多么多么大啊，而是 iPhone 11的夜景是实时预览的，这就意味着在你按下快门之前，你就会对你最终呈现的照片有个大概的估计。而在安卓这边，我只能等待漫长的合成过程，这就让我夜间拍照的积极性大幅提升了。还有一点， iPhone 11的夜景模式是全程自动开启的，曝光时间也是根据环境的光线和你是否手持来自动调整的，普通用户直接按下拍照按钮就行了，全程傻瓜式的操作。当然你可以手动调节曝光时间，但是我还是更喜欢不要让我想那么多的全自动模式，在软件应用性上还是维持了苹果一贯的高水准。在夜景表现上，11的画质和亮度相较10不仅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天空纯净度上也做到了很高的标准。iPhone 11把夜空拍出了非常漂亮的蓝色，这点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在一些极限暗光环境下，对于从来没有夜间模式的 iPhone 来说，11的提升可以说得上是天翻地覆的。这是我们当时的光照环境，这是 10R 拍出来的照片，这是 10S， 这是11。可以说在夜间拍照上，即使是今年最便宜的11，都把去年10000多的 10S 系列按在地上摩擦。我们也用11和 10R 简单拍了点夜间的视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在测试 iPhone 11和 iPhone 11 iPhone XR 的前置，iPhone 11这边明显会角度更广一点。iPhone 11在画质、亮度、稳定性上都吊锤10R，尤其是稳定性，简直可以媲美稳定器拍出来的视频。相册里的视频也支持编辑，这个视频编辑也是我用过最直观、最好用的视频编辑器。拍摄加入了快录模式，图库的浏览效率也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些都明显是瞄准视频创作者去的。所以今年的 iPhone 11可能会创造一大批新手视频创作者，大家都在说这是个全民视频时代。但是大家看看自己手头上有多少好用的视频编辑器呢？不管是夜景拍摄或者是视频编辑，苹果都在用最简单的方法让创作者完成尽可能复杂的创作。我非常喜欢苹果今年开场宣传片最后的那句话，给人们好用的工具，他们就会创造出美好的东西。 iPhone 11在前置摄像头上加入了 4K 60帧的拍摄，不仅画质更好了，视野也更大了。不过你从竖置转为横置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摄像头像是退后了两步一样。 iPhone 11此次也是在前置摄像头上加入了慢动作视频，哪个恋爱中的男孩没有被女孩泼过水呢？今年 iPhone 11 Pro 系列为了续航全线加厚加重，在拿到手机之前，我甚至一度以为11是今年手感最好的 iPhone， 但拿到手上之后，除了重量更合理外，几乎还是 Pro 系列的手感更好。iPhone 11虽然更换了一体化的玻璃后盖，但是去年影响 10R 手感的厚度、宽度、重量、边框可一个都没少。今年的 iPhone 11 Pro 系列也是第一次加入了大面积的磨砂材质的后盖，而11也是和 Pro 互相呼应，摄像头做成了磨砂的处理。苹果选择将大面积的磨砂撞小块亮面设计给了更加高端的 Pro，而将大面积亮面撞小块磨砂的设计给了入门版的11。我们内部讨论了很久啊，关于哪个会更加高级或者更加好看一点。我个人认为11的亮面撞小块的磨砂会相对精致一点，当然如果我是厨子的话，我也会按照现在的方案，因为大面积的磨砂的确在第一眼看上去会更高级一点。但事实上今年的 iPhone 11 Pro 系列的手感我认为是下降了。今天不说三维和重量这种大家已经知道了的，变厚变重这种东西肯定会导致手感下降，但是我想聊聊磨砂材质的触感问题。去年 iPhone XS 不锈钢的边框和背部的玻璃都是冰凉的触感，握在手里的一体性会相对好很多。
而当你把11 Pro 握在手里时，背部温润的磨砂玻璃和冰凉的不锈钢边框就会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割裂，而这种感觉非常细微，建议大家去摸一下真机。但即使 Pro 系列的手感下降了， iPhone 11拿在手上的品质感还是不如 Pro 系列的，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我还是想吐槽一点，虽然我理解要和 Pro 拉开差距，但您都卖五六千了，在以前五六千的 iPhone 拿在手上可是非常有质感的。iPhone 11的正面依然是和去年一样的 LCD 屏幕，边框也依然维持了和去年一样的宽度。不过给老用户和今年买11的人的一点安慰的就是iPhone 11 Pro 的边框竟然变宽了，正面视觉上不如 XS 系列。事实上，官网的数据表明11 Pro 比 XS 宽了 0.5 毫米。你说苹果有能力把11的边框做得更窄吗？我觉得应该有，但为什么不做窄呢？可能真的是为了突出 Pro 的定位。不信你看看，连18瓦的充电器都不标配。还没错，11支持18瓦快充，但依然标配宇宙无敌安全快充5伏一安充电器。好在随着过去一年第三方配件市场的竞争，一套18瓦的 PD 快充套餐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对于真正购买11还想用快充的用户其实不算个大问题啊。那 iPhone 11真的只能支持到18瓦吗？为了测出 iPhone 11的峰值功率，我们拿来了 C 口最高支持65瓦的氮化镓充电器。经过实测， iPhone 11的充电峰值功率可以轻松突破22瓦，但即使是11 Pro 也仅仅是标配18瓦的充电头。哎，看来阿平还是太保守了，安全快充实锤了。充电方面实测，25分钟就能充到 50%， 35分钟充到了 65%。 说实话，这个成绩真的已经很不错了，一小时充电 86%， 但是最后的涓流充电实在是太慢了，足足用了一小时44分钟才充满，安全快充再次实锤。除了充电功率增加外， iPhone 11在三维重量和 XR 维持一致的情况下续航增加了一个小时，better than nothing 吧。苹果虽然在充电器上很吝啬，但在性能上却并没有亏待 iPhone 11。iPhone 11搭载了苹果最新的 A13 Bionic 处理器，这应该依然是目前地表最强的移动端 SoC。 性能提升其实没什么感觉啊，因为去年的 A12 我都没有用出性能瓶颈，我对 A13 的性能倒是不失望。我失望是苹果竟然在发布上开始对比友商了，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苹果也黑友商啊。阿平，你真的变了。日常体验唯一能让我感知的就是 iPhone 11上的 Face ID 速度真的非常快，肉眼感知到了快。不过倒没有发布会前传的大角度识别，和去年的识别范围基本一致。今年 iPhone 11还有一个升级啊，就是去年 iPhone XS 系列标配 3D Touch， XR 则是阉割了 3D Touch， 而今年 iPhone 11系列全系阉割 3D Touch。 哎，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iPhone 11变相升级了呢？哎，你们品品。在 Taptic NG 上， iPhone 11系列的马达虽然体积减小了，但是要比去年震感更强劲了。我最明显的感知就是闹钟响起的时候那震动是真的猛啊。当然没有 3D Touch 还是会很不习惯的，我还是在很多情况下习惯重按图标。不过值得欣慰的一点就是在所有升级 iOS13 的 iPhone 上，二级菜单弹出的震动加入这个很清脆的开关声音，配合震动反馈很像物理开关。我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这次 UWB 超宽带技术的 UE 芯片。 UWB 技术是什么东西你不用知道啊，你只要知道它是一种高精度的室内定位技术就行了。UE 芯片的加入可以让你的 iPhone 具有空间感知能力，意思就是隔空投送的时候，你的搭载 UE 芯片的手机指向另外一台搭载 UE 芯片的手机时，那个手机就会优先出现在最上方。哎，是不是很符合直觉？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应用啊，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当你的手机指向 iPhone、iPad、MacBook、HomePod 等未来一切可能搭载 UE 芯片的设备时，这些设备都会优先响应，亦或是把搭载 UE 芯片的防丢贴贴在钥匙上或者电视遥控上这种不会丢失但是容易找不到的物件上，通过 AR 加 UWB 技术就可以精准定位这些小物件。在智能家居中，家具通过 UWB 技术感知到你位置的变化，当你从客厅走向卧室，客厅的灯自动关闭，卧室的灯自动点亮，来实现灯光跟随效果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自己畅想一下，这些难道不 magical 吗？虽然目前 UWB 的应用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注定还有很长路要走，但我隐约感觉万物互联可能真的要来了。最后回到 iPhone 11上，毫无疑问，不管是双摄的加入、夜间拍照的提升、更强的 A13 处理器、更好的杜比全景声扬声器、更坚固的玻璃、更好的防水等级，这对于一款入门级的 iPhone 颇具诚意。苹果今年在 iPhone 11系列上走量的信号非常明显，尤其是相较去年 XR 首发直降1000元的售价，渠道商再降500、简直就是直接降到了去年的真香价。看看4999的售价，边框还宽吗？信号还差吗？5G 还重要吗？以苹果的尿性，
如果不是为了延长最后一代 4G iPhone 的生命周期，苹果是万万不会在入门版的 iPhone 上一下子释放这么多更新的。不信你去看看独孤求败的 iPad 都想在入门版的新款 iPad 上开倒车了。在很多核心体验上，11其实并不会比 Pro 系列差很多。10000多的 Pro 系列没有 5G 的确不好接受，但打个5折的11，我想还是会有不少老 iPhone 用户心动的吧。而对于安卓用户而言，用 50% 的价格买到 Pro 80% 的体验，不知道你心动了没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希望观众老爷们给一个素质三连。我是吴昕，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快点。iPhone 11此次也是在前置摄像头上加入了慢动作视频。哪个恋爱中的男孩没有被女孩泼过水呢？